来看韩系智慧型手机推出后话题不断，今天旗舰机种正式在台开卖，业者也特别请来人气男星毕书尽来为活动站台，吸引了大批粉丝围观。而韩国手机品牌在今天举办旗舰机种的全球同步开卖会，邀请到人气歌手毕书尽帅气现身为活动站台，他不但对着歌迷深情演唱，也大方和粉丝近距离互动，让现场尖叫声不断，业者也大打明星牌，成功掀起话题，达到了宣传目的。